这是我们最新设计的一款1390i，整个床身我们采用的是分体式设计，机器的下面是可以拆掉的，拆掉以后，机器的高度是75厘米，机器的开关我们放在机器的前面，这样更方便客户操作。传动结构我们采用的是高精密的模组传动，这样它切出来的效果会更好。这是15毫米的亚克力。后面我们做了一个镂空设计，水冷机、风机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放到机器的后面。水路和线路我们是分开设计的，左边是线路，右边是水路。喷烟系统我们做了一个下喷烟和后喷烟，这样机器在雕刻、切割的时候，烟雾都可以排到外面去。机器标配的是稳压电源，台湾名伟的开关电源，驱动器升级成783的驱动器，这样噪音会更小。整机钣金厚度是2毫米，做工更加精细。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，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。